短剑。算，反正我现在武士刀，现在这个根本就最强。绝影盾是本传。哦，三代猛将传可以玩三代本传。哦，我觉得这样不错哎。要不然说像那个二代猛将传呢，他就只能玩猛将传而已。这就有点像那三国志跟三国志威力加强版，这差别我其实蛮喜欢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不会说猛将传只能玩到猛将传，你还可以玩本传。好，你来看一下我们最强的大绝招。哦，144万，这伤害也太高了，我其他才30万呢。到时候我就知道了。OK， 好，好，感谢。二代猛将传也可以玩本传内容？哎，我怎么以前好像没办法玩本传内容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是说普通关卡吗？还是？哎，等一下。因为我以前那 PS2 买那个二代猛将传，好像只能玩猛将传，赤壁之战就没有曹操、刘备、孙权，反而是董卓、吕布，还有什么孟获吧，孟获虎牢关。好，这边搞定，接下来回去。无法使用，考什么？因为我没有联动。哦，难怪你说的就是这个，每次开机都要跟本传联动，都要先放二代的光碟，然后放了之后再联动嘛。哇，这真的蛮麻烦的，每次开机都要再联动一次，真的会有点欲哭无泪。要先放二代光碟。然后之后再放三代光碟。我记得联动是要用光碟，可是三跟四好像像你说，只要联动一次，它就直接载了。所以到时候二代应该是最后玩吧，先玩三跟四，三代猛将传。既然可以玩本传内容，那我就直接玩三代猛将传跟帝王传就好了，这样就不用说去玩本传啊。直接开猛将传，二代也是吗？呀，哎，继续移动，顺便看一下利兹贝特。哇，好感度升太慢了，就快满了。按联动，你看啊，可以。OK。好，感谢啊！巴斯提亚前广场，好 ，OK， 阿达。No year A 不用怕，瞬间搞定。没开怕，我少10万。不需要开机，再次要联动。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，玩那个三代跟四代。四代新增灵童，
写下，我只记得灵童哎。啊，庞德，庞德。魏国是新增庞德，吴国新增灵童，蜀国新增谁啊？庞统好像三代才有的，月英也是三代，四代蜀国新增谁？我记得三个国家都有新增一到两个。やった！荔枝贝特。どうしたのよ？哦，对，我之前好像就是有点卡在这边，说要怎么上去。虚空地图这边明明就显示蓝色惊叹号，可是我竟然找不到那蓝色惊叹号在哪边。哎，向王提出交涉，应该鱼色吗？向王提出交涉回答，哦，这边。哦，好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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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看，晚安，明天见。对，明天就去古墓了。古墓应该有比较 OK 啦，就解谜的部分需要一下。现在我拿狙击枪，我应该说拿步枪，有比较好。看一下下右上，下右上左，下上右右。怎么让我想到那个86层蚂蚁啊？我后来发现这个方键方便快捷，按 Tab 可以直接开。啊，克莱因不要！我现在拿武士刀就是我要取代克莱因，我完全不想要把他派上来。还有来，我看我会完全领便当了。真的方便，这感觉像那个暗黑破坏神一样，开地图走。而像一代的地图好像不能调整透明度，连续开着其实真的是有点妨碍，像打骷髅王或屠夫。骷髅王一不小心遇到骷髅王，那我就等着领便当了。啊，不行啊！我一想到那个一代，我就只想到以前，想到以前开桶子然后直接被炸死。别啊！直接被领便当了啊！原来下面还有东地方，等一下，这边是空的，那你多出来干什么？这只是来看风景的吗？哈哈哈！原来会掉下去，原来会掉下去，原来会掉下去哦。
啊，我的天啊！谁知道说走一走会突然掉下去？我决定直走，我不要再绕来绕去。就是说什么同伴开那个密钥翼啊，要地图探索60%雷达地图啊。哦，我才去走一走，那走一走我突然摔下去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就跟你说，不要开地图乱一边走，一边看手机一边走，只会很危险。大绝招！好像那个通灵王里面的灵王，精灵王啊，不是灵王，是精灵王。通灵王里面的精灵王，记得也是这样，像一道光柱。细剑，深水百合。欸、真棒、啊、反正我没有用细剑，我要用武士刀，因为我蛮喜欢武士刀的。可惜竟然是克莱因来操控。如果今天是利兹贝特用武士刀该有多好。那边就掉下去，你这边不给我掉下去。好了好了，在这边等待一下。话说他任务的时间都给好长，看我刚刚20秒搞定5只，要让他重生半分钟还1分钟，4分钟就可以搞定了吧。在战斗中就不能按空白键。话说你那个橘色惊叹号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这次我们要好好走。啊，好，过关，继续。至少不用担心说走一走掉下去。像以前玩一款小游戏也是这样，
它其实没有体现出那个人物模组，但它有个像这样的雷达，会显示说人物怎么走。好像是网页的，很久以前，我觉得那蛮有趣的，就是有那种模拟的那个游戏样子。虽然只有2D 平面的指挥图很简陋，但是其实内容真的蛮丰富。以前很多 Flash 小游戏都很棒，是到年底之后 ，Google 浏览器还要停止 Flash 查那个 Flash 的元件，很多 Flash 用的都必须要停止，像一些 Flash 片啊 ，Flash 小游戏。以到现在蛮多人都会去玩那种小游戏，尤其是那种上班时间很多的，根本没办法去玩像线上游戏或单机游戏，他们可能一天也才玩个十几二十分钟吧。但现在很多单机的大作啊，基本上你可能玩一段时间要存档至少都要半个小时或以上，甚至那样卡关的那种。琳琅一直领便当，那种小游戏基本上玩个十分钟也 OK。 好，看一下机塔，龙王的许可啊，这不是光明之响的叫声吗？我还记得光明之响那龙的叫声就是这样，跟门一模一样。不要塔杀，不然该不会是要到这边吧？我觉得有可能哦。哎，往下走，护者的观战场。啊，对，这完全不知道要怎么上去。原来这么简单。啊、OK 要他这边过去应该这样，不是要绕一大圈哦、没关系啊，到哦哟啊啊啊
快死了！就这样。キリト，还真是高，利兹贝特在讲话酸我。刚刚就发生说，结果我们掉下去，然后利兹贝特没有跟上来，他真的是，这有好度，这有事吗？会不会有好度根本就只有一吧？我往前的时候，你应该要跟着一起往前。结果我掉下去的时候，利兹贝特立刻往后，这写的也太真实了，真实啊，就像电影啊。很多那种好朋友不是要掉下去，然后说我不会放手的，现实只会是下面的跟你说不要放手，然后上面的说要死，你给我自己去死。不是到时候现实会变这样吗？刚刚那边就演示过了、啊，摔下去的时候，利兹菲特直接往后。喂。结果我还是要先去那座塔。哦，太好了！哦，道具要重拿。我们想说一次可以成功了，结果根本就不行。我还是先回那个指挥区好了。到那边有自动存档，至少不用说再跑来塔这边，然后听他叫个两三声。OK 的啦。再一次挑战，这次我一定会成功。他竟然没有绕过来，哦 OK， 再来是我要走最近的方式，最近的地方、他直接给我瞬间移动、你教我啊，你先去，然后摔下去没关系，反正你会复活啊，我再瞬间移动。为什么你可以这样作弊啊？不是吧！NPC 都在作弊。从这边到这边。OK， 赞。才刚讲完，可能从旁边不小心掉下去，那这样我就真的得不偿失。好不容易，现在看到这个我会怕哎、看到黑的我会担心掉下去了。这地方真棒，谁设计的啊？
还好。我跟你想说，我可以，我刚刚想说可能到了，我在想说，还是以防万一好了。果然，刚刚好到而已，吓死我了。搞定，我们去下面解一下龙王的任务。其实我有居高症，看得高的我会怕怕。刚刚那一些，我都有点心惊胆跳，就想说只是游戏，只是刚看到高处往上看天空，或高的地方往下看，都会觉得说有点感觉要掉下去，就像是站着啊，站着看天空，也会觉得说有点异样。对我来说不太行。123，什么等级突然跳这么大？啊！啊！不用怕，开启大绝招绝对 OK。啊，你往前跑，跑得掉吗你？喵一下去一击必杀。你看，喵一都这么强了，他不是说还有个超高难度，超高难度吗？超高难度拿到的东西会不会更猛？像我现在这把攻击1000，超高难度是如何？攻击力1万吗？其实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有些怪物它招式有后退技，如果我把它逼到这边，它用后退技，它会不会自己掉下去？还是说我被它击退，然后我掉下去？
以前好像玩有一些游戏啊，也是会这样，突然间就掉下去了。噔噔，好，搞定。好 ，OK， 那今天。晚上的实况也差不多到这边先告一段落了。啊，下个任务可能比较久一点，所以我就先到这边了。他说到庭园区之后再去看看。先回去存档。可以出喽。好，那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的实况。那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刀剑神域虚空断章，现在89层，100层就主线结束。虚空区它算是额外的支线了，额外主线了。好，那我就先到这边咯。晚安，拜拜。